嗨，我是乐康，今天要教大家，就是很多人啊，在做那个水煮蛋的时候啊，蛋壳都有点漏，然后今天教大家怎么解决这个状况。好，那我们看下去。然后首先啊，我们要先将鸡蛋啊洗一洗。然后我们要将那个鸡蛋啊，然后要先放一点水进去，然后那个水啊，大约淹过那个鸡蛋，大约八分嘛。加一点白醋，少许的盐巴。好，将我们的鸡蛋放到蒸笼里面蒸。大家看一下这个鸡蛋，你看这鸡蛋就不会有黏壳了，然后每一颗都非常的光滑漂亮，是喽？是啊。